这是在家吗？嗯呢。嗯，手机、直播、电脑都让我拆了，拆送回去了。我看看票数啊，我看一看我就卡了。为什么我一直播他就给我发信息？要不然他的老丁老出跳卡。谢谢冰冰哥，没叠被子呀。对呀，没有投票的帮我投投票，宝宝们。播一会儿，晚上给你们好跨年哟。Hello， 欢迎后进来的宝宝们。不可能才起床，我每天睡得可早了。谢谢兔姑，没回东北呢，对吧？有啊，谢谢亚瑟哥刷礼物的宝宝们，把名字帮我刷一下屏，要不然我这块都看不见，一刷礼物就看不着打字了。刷下屏我就能看见，完谁来了帮我就刷屏或我。欢迎一下啊，欢迎宝哥，对，就这么做。感谢莫哥，呀呀呀，欢迎宝哥，谢谢谢谢谢。完了咱们家场控老师们完了都抱一下啊，又把哥哥们往上抱一抱，谢谢谢谢谢谢。不要也太快了，看不清。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马上就可以跨年了。今天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感谢秀儿姐，哇，厉害了。新的一年有什么心愿吗？我新的一年心愿就是烦心事少一点，倒没有啥别的奢求了，开心的事多一点，烦心的事少一点。今天我买了个耳钉给自己，终于买了一个真正的耳钉，我以前买过一个丢了，哎呀那心疼的，再就没买。过完年我18岁，过完年我就17岁了。我发卡搁这儿呢。而且发卡我觉得可神奇了，什么造型都可以。谢花海哥哥，今天我妈聊天说你那视频怎么照着你可那个啥了呢，为什么现实瞅着其实我没有那个那么脸那么大胖什么的，视频里瞅着我可老了，其实本身也挺老的。感谢冰冰哥，耳钉多少钱报销吗？2年了，我才买。都不容易。说什么？唱个歌吧。多少钱？亚瑟哥，你要报销吗？你要报销的话，我就把单子给你发过去，都开发票了。因为啥？万一有人报销，我没有发票了，不没有证据吗？他朋友圈评论我，难道你买车了吗？我说我不稀罕那东西。
亚瑟哥，你要说报销，我单子就给你发去，谢谢宝哥。应该10万吧，你别抬举我，那我得撞墙10万。谢谢宝哥，过年了嘛，跨年了，我要送给我自己一个礼物啊，要亮亮堂堂的呀。2元店买，嘿嘿，孙三以前带的可不是2元店的吗？以前带的是银的，这回带的是金的，可美了。那能一样吗？心情也不一样啊。笑啥呀？我就买个金的耳钉，你们笑啥？老太太太抠，嗯呐，白金的。我自己买的，不用你送，俺有钱，不用。就算送的，我能说是送的吗？再一个，我什么时候？我再一个，我什么时候别人送东西我嫌弃了？根本就没有吧。我在没有，还在三亚呢。这东西还不至于让别人送，就是报销就行了。万一是铜的咋办？不是铜的。2元店一个买的，娜娜不要埋汰你飞，好歹也是一个大主播、啊。我给你们换首歌吧，我估计都听吐了。嗯，你们说啥我都看不见呢。感谢岁月哥，不能唱现在，等回去得。东北冷吗？东北不知道，东北没冷的时候我就已经出来了。要结婚了吗？那脑袋不被驴踢了，我要结婚我会在这顶上说吗？再一个连表现都不会表现出来，那不是傻、啊、俺就是买个耳钉，跟结婚有啥关系呢？结婚就要个耳钉不亏死了？那得傻到啥样啊，结婚要个耳钉。我这手术还没好呢，有时候说说话就哑，不着急。2018年，我希望我等2年呢。你们希望我早点结呀？我还不希望我早点结呢。那就我这样的，没人敢要。主要你们太那个啥了。你们敢要的，你能不能不违心？媳妇儿搁家，你说听见挠你怎么整？嫂子呀，快点出来看看呐！你看我看直播都要那啥了。2018年了，能不能消停一点咱？完了，没有投票的，就手机这个地方有个 YY 金曲。
投一下菲儿的不要停，谢谢大家，我们正在打榜啊，投票是花一毛钱的，一个你只能投一个人，这么多人不可以投错了哈，电脑用户在下边。这是谁呀？哎呦，谁送的1314？是峰哥吗？把社会有峰哥往上抱一抱，谢谢谢谢谢谢。没事，谁要报销的话，可以默默的，到时候下直播可以来个微信私聊给我，啊，谁要报销的话私聊我就可以了，你就直接就告我发票。拿来，我就明白啥意思了。新年快乐，还没到点儿呢，还没到2018年呢。9020都在给我拉票，我知道知道，咱们家旗下主播基本上都在帮菲儿啊，在帮你们老大在拉票。厉害啦，一会儿啊，一会儿跨年的时候我还要上来的哟。其实我夸你今正应该今天搁家。很傻很天真，谢谢姑姑啊。但是在哪儿其实都感觉挺好的，只要你们在就行。今天哈、在群里边他们聊天说的要人呐、这不行，这个话说完了招黑，不能说这个，你不得说，还是要钱呐。我是不应该说，我觉得我说完招黑，我有的时候我也挺虎的，不知道啥话该说啥话不该说，就跟这个票有关系啊，那就不说了。但是我就当一个玩笑，没有说那个啥想攻击，那不说了不说了，我害怕我又说错话了。没事，你就是你直播我说错话了，不会有太有排面的。谢谢南连王哥，哇厉害了，谢谢哥，哇感谢哥哥的飞机。话说多了错的几率就大，过得太凄凉了。咋的了你一天呢？谢谢亚瑟哥，亚瑟哥一会儿你直接你就朝我要单子就行了啊。估计你是不会要的，你想你要的话你早就朝我要了。对，言多必失。咱现在排第几呀、宝贝们？还是第五吗？加油啊，都辛苦了，我给你们其实应该都给你们都发发红包什么的。花哥红包好不好？2018我们来了。哎呀妈呀，也太快了。哎呦去了，第一个是3-6，你可以呀、哥，你今年我去了厉害呀、
哎，这样哈，等到十二点的时候，我发个红包，我发1000份，发1000份，谁抢着了，记得啊。2018年，好运当头，真的，我到时候就正点发红包，你们看行不？完了，大家都努力的抢，我多发几个，好不好？就当个好彩头咱。到时候我充点钱，我多发点。抢着红包的，今年的势头都很好，我告诉你啊，大家到时候都努力的抢，但是没抢到的几率应该会很小很小。但是这最多是1000个红包，要可的话，我给你们发10000个。对呀，沾沾喜气儿，2018嘛。谢谢姑姑哥哥，太狠了。但是我好像只能好，我到时候搁小号给你们发。嗯，我只能给你们发红包。其实说你们发红包，抢完红包你还刷给我，你说，其实就是，其实咱们家人就是玩，也不在乎那点，但是就是一点心意。你说是不是？你说怎么发红包？就不给你们发，你们出去抢，抢完还刷给我。这话说太白了就不好听了哈，礼尚往来。其实回想咱们2017年挺多感动的事情，从我直播到现在，2017年直播是最少的时候。我2017年一共直播了多长时间？休息了好长时间。我就看咱们家粉丝，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一周我就拿小号嘣蹦进来瞅一眼，看公屏上投票，哎呀，我看着我心里好酸呢。看了一会儿，嘣我就蹦出去了。完过一会儿我就忍不住没啥事儿了，待着，完了我又嘣进来了。嘣进来之后吧，我看你们还在那投票，心里边挺难受的。其实，2018我们会越来越好，不管是 YY 还是现实，大家都越来越好。把不开心的东西都抛在脑后。谢谢抹不去哥哥的麦克风。那就玩呗，反正图个休息。玩游戏，咱玩啥游戏？我也没有扑克，也没有啥呀。你们说玩什么？你们不懂那种感情。就是我什么时候，我最就是最难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其实第一年年度我都属于没长心，你知道吗？我自己回想起来，感谢亚瑟哥哥，谢谢我大哥。这第一年年度前都没有那么特别深，可能第一次经历，等第二次第三次，我心里最难受的一个年度是你们都知道抢票那年，2016年。嗯，那感觉吧，说出来就那种挺特殊的。你就，但是就是那个时候觉睡不着，完了就看就是好多人就在这抢票研究什么的。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边其实也挺飘的，都不明白。你们都不明白，谢谢宝宝们的礼物，帮我感谢刷礼物的宝宝们，我都看不全名，帮我记得谢谢，刷的都没有牌面了，你不得饿死你肥呀，都不刷了，都没有了，你知道吗？你一定要谢谢，你知道吗？没有牌面刷礼物，要不在我这儿刷屏感谢啊。2018年我们永远，2018年要比2014年我们要讲大实话，你知道不？第一个改变就是要讲实话开始。嗯，对，就这样，完了刷一下屏，谢谢暗恋王哥，排面儿知不知道？排面儿，大队，研究了一个，对，
刚开始接着我们说，去年度的时候我们研究那个，研究开始抢票，完了，搁手机研究抢票的神器。谢谢开心果哥，能不能把刷礼物的名字给我刷一下公屏，兄弟们？虽然说不能那个啥。谢谢彬彬哥哥，谢谢开心果哥哥。对，你看，完了，我就在这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在这感谢，完了，他们搁这刷礼物，三个事情，这直播间刷礼物、感谢和讲故事。2018年的直播间，我给你们那个畅想一下我2018年的计划，就是什么？2018我们所向披靡。遇神杀神，遇佛杀佛，遇鬼，那鬼已经死了哈，杀不杀都没用了，遇鬼躲着走吧。以后直播间以后咱就这么干。啊，完了，你想多了。啊，以后吹牛的这个本事有所见长的时候，2018年你们会见识。不一般的飞人啊，就是，到时候我得定做一个牛在直播间放那，要不然老丁忘这个事儿，得提醒提醒我，歌曲指定会有大幅度的减少，但是不会太少，就是每场直播不会唱那么多了，每场直播就不唱那么多了，就是少唱一点歌，多跟你们聊天儿。以后可能我们更注重的就是沟通，不叫聊天，沟通，是不是叫沟通？感谢哥哥，谢谢谢谢谢谢。可能就是说沟通的比较多，没事儿带你们侃侃大山啦，三组一三一四卡活，那叫吹牛，那叫沟通。沟通完了之后吧，到时候完了想听什么歌了，咱们唱点经典的歌曲。以后学歌也不学那么杂了，学点儿是不是那个叫属于什么？学点经典的歌曲啊，一唱能压住人的，别唱。以后就不唱那些不疼不痒的歌了，要么就感觉特别美的歌，咱们就唱；要不就特别走心的歌。对，2018年咱们直播的节奏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新进来的宝贝儿，记得帮飞儿投下票。手机用户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YY 这个原创金曲榜，找到飞儿的，现在飞儿第五名，有个不要停，大家帮我投下票，一天只能投一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喝点水。等会我喝点水，谢妈。呢，那个水壶水是烧热的吗？那没事，就看看这儿，你说多美呀！在看什么？我突然感觉有的时候，我妈说我，你怎么就跟那啥似的，跟没长大似的呢？我还记得我妈说，就说我，又说到啊，就人家给你个小戒指，你这家戴着，完了戴着晚睡不着觉，就搁这瞅，买个啥你都搁这瞅瞅瞅。这不管是啥，不管多少钱，我都喜欢。喜欢我就没事，我就带出来瞅瞅，带着瞅瞅，自己心里边开始美美滋滋的。不是怕丢了，那就小嘛，但是这就性格就这样。
也就是自己的时候，可能就是当外人的面了，或者说注重形象的时候了，就会直播间。直播间我有时候也挺放肆的。感谢哥哥们的礼物啊，谢谢过哥。但是自己没事的时候，就是掩饰不住，就是有时候走道还一跳一跳的呢，掩饰不住，就是说天真还不是天真，说虎还不是虎的那种感觉。啊，那我还在三亚呢。练习1996，我告诉你，现在你别，我都觉得嗓子哑的，让你们灌的都牛叉了，你知道吗？以前唱歌需要点歌，现在放歌都需要点，你知道吗？但这录音不全。对付对付吧。但我得上我的号，上我的号，我就可以那个啥了。我等我上一下号啊。哎呀，这玩意怎么退了？你们等会儿啊，你们等会儿，人家这酷狗怎么退了？啊，找着了。哎呀，这可咋整？这不虎了吗？虎了，一天个炸着。好，这回你们想听什么歌吧？那就来吧。越战越勇，这歌没有啊？这个歌好像也有现传呢。为什么我的歌单里边没有呢？晚上就11点多，一会儿陪你们玩，但是完事之后我还有事儿，不能那个啥。就这个《渡江南》，万真情，三组一三一四。化妆好看吗？你们有没有觉得哇？谢谢酱宝，有没有觉得我化妆好看了，还是怎么的？进步了。来呀，小姨子往上抱一抱。哇，谢谢星星哥，厉害了哈！今天晚上是都开船来的吗？我自己觉得挺好看的。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整容的视频。我在想，看他们整完容和整完容之前，这把鼻子走开了，眼睛走开了，我的妈！比以前跟以前比，直接是有进步了。因为以前我就基本上没化过妆，你逼我化的妆，就直播这硬逼出来的。那我告诉你，眼睛这个眼线从这一圈全是黑的，跟熊猫一样一样的，而且你看不着白眼人画的。Hello，我是一个新主播，陪大家过新年。谢谢一江春水姑，
谢同心果果啊。我看看都谁在哈。漂亮，投票了，没整容。对，我说到整容，我说我怎么感觉我说到哪儿我咋接不上茬了。我要讲故事能给你讲懵了，我是属于记性不好，记性不好的就前一句说完你一打岔，我后一句想不起来了，就想到什么，就是说整容，整容吧，下边评论就是说整容一个女的，不是啊，我是看那个啥，就是微信上，你知不知道，就微信上不有那个推送的新闻吗？不有个整容吗？我看是不是，我在哪儿看着的，我怎么忘了，是不是微信上啊，你们看了吗？就是每天微信上新闻有一个说整容的，整瘫痪了，是不是微信上还是微博上，是微信吗？谢谢星星哥哥，谢谢酱宝家的哥哥。完了之后吧，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整容嘛，以前长得也挺漂亮，完了就是说整容是怎么回事，反正就瘫痪了。哎呀，我就感觉心可扎挺了。你整容了吗？我没整容。下边就有评论的说，脸整得再美心不美，一样很丑。这个话我一下看着我心老敞亮了，你说为啥？我为什么觉得自己美？因为我心里感觉我就挺美的，而且心里也美，人也美，什么都美，我就觉得我自己一点都不丑。我看这是谁呀？谢谢花心哥。其实有的时候是，就一件事情能让你讨厌一个人，一件事情能让你喜欢一个人，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完全的对，也没有完全的错。为什么说你喜欢一个人呢？其实因为某件事情你才喜欢的一个人，外貌只是暂时的。我在给你们洗脑吗？是我磕碜吗？我在给你们洗脑，我很美。别吵吵，别打岔，我接着洗。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你感觉哈，唱歌好听，哎，就感觉美美的，就是人善良的时候你感觉哎也美美的，就是他长得不是特别好看都觉得特别，这就是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人长再好看，你不招人稀罕，他好看他也不是好看。我觉得膈应人，你们知道啥意思不？东北知道，东南方的估计时间长看我直播也知道，膈应人就是不讨人喜欢，烦人的意思，膈应。他长得不漂亮，只要长得不恶心我都能接受。不是啊，他是这块有个豆让我挤了，有个红印儿。谢谢娜娜，嗯，谢谢王春天哥哥，你们要干啥？我觉得我长得一点都不膈应人呢。我虽然说长得不是美若天仙，但是我长得也不太磕碜。我吃饭了，我吃饱了，我一上秤吃完饭胖三斤，胖了。投票了，哎呀妈呀，这些其实你真的你们比我都着急，我属于耐看型。你看哈，虽然说我脸这个 YY 上有瘦脸的功能哈，其实我脸没有这么瘦，但是也不是说特别肥，但是我觉得我怎么丑我怎么好看，我自己觉得，但是心情好的时候怎么丑好看，如果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化妆都化不下去，我不知道女孩子应该能体会那感觉，也不是心情不好，就是怎么化怎么不好看，自己感觉嗓子没好，现在也不舒服。所以说人要开心一点，人要阳光一点，才能带动你身边的人跟你一起开心，一起阳光。但是我其实我，你们了解我是一个什么人吗，兄弟们？哎呀，谁回来了？王爷回来了吗？但是还是化化妆，淡妆，是不是？画个眼毛了，眼细一点了，也挺好看的。哎呀，这个玩意儿怎么弄？呀呀呀！等一会儿啊，我唱那些歌咋都又没了呢？这个怎么能播着放？愿用一时烟火换费尔一世迷离，这话啥意思呀，哥？一时烟火换我一世迷离，迷药啊！谢谢无伤哥，谢谢骚俊哥哥，谢谢花心哥哥，什么意思？哎呀，你就直接说你歇恨我呗，你整词儿我不明白啥意思啊，就相中我了呗？那我没相中你哥。大概明白意思，大概能明白，你让我解释解释不明白，就是我知道稀罕我的意思，再跟我表白，就是愿用他的就是所有换我回眸，嘿嘿一笑。大概就是这意思，好虎。扎心了，扎铁了，老心。完了，没有投票了，宝宝们投投票，就是有个 YY 原创金曲，你们找到之后帮菲儿投个票，不要停，咱们马上就四十去了，四万票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到十二点就结束了，应该。宝贝呀，贝妹迪。投了六票，厉害了，老铁！其实我也感觉我有点瘦了，然后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元旦快乐，快乐！通过小视频进到直播间来，这么多人吗？谢谢谢谢 ，Hello， 欢迎哥哥们哈 ，Hello， 我不知道特效怎么玩。
谁？谁？谢谢谢谢呀、啊！谢谢，感谢。这是亚瑟哥是谁？我怎么看不着名呢？谁送的礼物都？新商哥哥，亚瑟哥哥，还有谁？大叔陪你们跨年，跨年喽！鲁班哥哥，好多了，我有点看不全。字儿，大家帮我感谢，完了我就能把名全看全了。看不看我眼睛一闪一闪的闪光打的影儿？你看不到我，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不好意思，我偏偏看到你了。晚上有什么活动吗？当然有了，欢迎党哥。不是闪，不是闪光，是放电。嗯，皇马是最简单的，还有别的。到时候回去直播，点点直播室通知哦。到时候回去直播，我要直播唱歌了，我唱歌可好听了，你们听的都是我唱的，这录音是不是挺好听的？谢谢食材哥哥。嗯，其实你们有的都没听见我唱歌，我唱歌老好听了，一般人都比不了，真是。你说你想听啥，我在这里就给你放了，都是我唱的，没有我不会的。这谁呀，这么虐虐还嚯，感谢大哥的飞机。呵，谢谢心向哥哥，厉害了。谢谢谢谢。嗯，那我老出名，我告诉你，我唱歌老牛叉了，你说你要听什么歌吧。其实应该听这个歌，请问谁唱的这么好听啊？你猜，我是不是喝多了？没有啊，不对，这个歌有点掉链子，第一句就唱跑调了，这不是我唱的啊，别误会，唱歌咋能跑调呢？人根本就不是我，我找一个唱歌不跑调的啊。这第一句怎么丢链子呢？别哈哈，别哈哈，不要掩饰你们内心的愤怒。这化妆了，化的简单一点。这会儿还是稍稍化一点妆好看，试试。咋整呢？我放怎么全跑调了？嘿，这不是我唱的啊，我再给你换一个。
这回不带跑点儿的，再跑点儿我就自杀了。催了一波，放两首歌都跑调。跑调，一会儿我就休息呢，休息以后我就那个啥了，我就等到11点半上来跟你们跨年了。直播多长时间了？直播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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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第三天，第三天，我才直播三天，我没有守护呢，而且守护是啥我都不知道。我这屋里边啊没有几个粉丝，其实是哎呀不知道，我你不知道小主播的日子可难过了。拜拜拜拜，谢谢哥哥，谢谢谢谢，祝哥哥新年快乐。要看看真爱任务啊，没有过摘肉的忘记得把摘肉过一过哟。啊，过完了，牛叉了，摘任务都过完了，你要我怎么往下编？感谢梦游姐，守护，我在手机看不着是吗？厉害了，这个好听啊。等等，大概我手机直播没有看见过守护啊，谢谢谢谢啊。谢谢梦游姐，谢谢谢谢，老大负责出人，说话少说话。哎呀，没事儿，跟你们聊会儿天。跨年的时候就我自己陪你们过，他们有的就去忙了，人家直播间也有自己的小粉丝，是不是？都得陪陪自己家的人，过年了嘛。这个不可以去挑剔啊，是不是？就像我有什么事儿，我不得陪你们吗？对不对？他们也得陪自己的粉丝过年呀。就我自己陪你们就行啊。花心的老婆，菲儿看见我们家花心了吗？没有。
你俩啥时候整一块去？谢谢李哥。完了，检查包里的红钻有没有过期的哈？对。主播好漂亮，谢谢谢谢，欢迎守住哥哥。丫头下了，要去酒吧了，你不怕我告诉嫂子呀？又去酒吧玩儿？嗯，我微信我要看不着你的小小的意思，我就捅给嫂子去。你要上又上酒吧玩去了？我就给你宣传，嫂子来了，嫂子开号来，我就告诉他，嫂子哪天哪天几点几点去，我就告诉他。啊，现在时间是20:53，你到那儿也就九点多就到那儿了呗，最迟也9:30就到酒吧了呗，对不对？是不是啊？我要收不到你这小小的心意，我告诉你啊，太小的心意还不算数呢。我今天晚上带他一起去的，那好吧，就当我话没说。元旦快乐，你们都吃什么了？今天有没有吃好吃的？哎，对了，这个跨年和那个跨年根本不太一样哈。元旦都是元旦当天那个啥。我要当一个最勤劳的主播。为什么呢？我从2017年，我一定要播到2018年，直接播2年。谢谢仙如哥哥，我很勤劳的哟。谢谢数字哥哥，一串数字哥哥送来的礼物。嗯。新年快乐，元旦快乐，谢谢谢谢。嗯，记着投投票，宝宝们。还差一点点，我们就4万了。咱们前十应该差不多稳了，咱们前十是不是稳了？嗯。素颜吗？不是，也化妆了，只是没有那么重，就画个小眼影儿。完了，画个眼线。以前不都粘假睫毛什么的吗？这样瞅着是不是眼睛特别大？嗯？有眼袋呀、啊？熬夜熬的，那指定会有啊。操心你的事儿也多，睡不好觉。没事儿，我知道你很心疼我，不要心疼我。你看我为啥这么努力，是为了你们，知道吗？眼袋也是为了你们而熬出来的。嗯，为啥半夜不睡觉，在那玩游戏看电视？我这属于自黑吗？我这属于自黑吗？不闹了不闹了。我这眼袋纯是属于睡觉少，再一个熬夜熬的，要不然不会出眼袋，就这块有眼袋。但是我养一阵儿，我就感觉没有了，完了睡不好觉又有了。连个小妹互动一下，我互动了，等半夜再互动吧。我这里边没有啥人儿，
啊，不是，我在找那个啥。不会弄那个，我不知道啊，我得找。这东西是干啥的？先张嘴，他说待会儿要就是，我吃了，我就是。这个是啥东西？这是啥东西？你们能看见我吗？我怎么感觉我变样了？从哪儿出来的？没有啥游戏，这游戏是脸不练大了，这肌肉都练出来了。发个心愿，好，发完了。不知道这玩意儿咋玩儿啊？不会弄，我不知道这权限怎么开呀、完了，给鉴宝点点关注，宝贝们，在7号麦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伯伯们，那我也下了。完了，鉴宝没事，您回去早点直播吧啊！完了，多陪陪，马上就过2018年了，多陪陪你的粉丝啊！不用总往我这，不用总照顾我，还怕我自己说话是不是累着我是吗？这来回跑，这给你累坏了都。完在家没事可以去溜溜的。好了，关注点一点，在7号麦。我看是不是在7号麦，我再瞅了一眼，在8号麦。呀，电差了。哟。行了，我还点差了，但是我先点关注，点关注，点上连麦了，我就不连了啊。完了，把肩膀的关注点一点，宝贝们。完一会儿没事可以都去溜达溜达啊。心愿结束吧，我看看啊。结束。啊。好，心愿结束了。其实我感觉好像有点瘦了哈。没有投票的点点投票，看看多少到不到4万票呢？马上了。行，那我就先下了，宝宝们啊。完了，胖，再不胖，帮我把号顶上。我们11:30，我们一起跨年哈。好了，拜拜。大家看看我的小金库哈，哇，谢谢亲爱的哥。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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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我们家所有的宝宝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正好没有投票了，记得把票投一投，兄弟们啊！2018元旦快乐，谢谢剑锋哥哥，谢谢党哥，谢谢党哥，谢谢宝宝们，还有一毛族的兄弟们，谢谢亚瑟哥，亚瑟哥这么厉害吗？现在夸夸的。可以，相当厉害了，这是。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还有一毛族的兄弟们。哇！哇！是不是得有的睡觉了？谢谢听歌哥哥，这一下给挡住了啥东西？你们刷的太快了！谢谢骚哥。新年快乐，元旦快乐，谢谢商哥，厉害了哈。哎，这个丘比特和这个他俩是一样的吗？我都看不清名儿，太快了。我就看着峰哥在这刷屏呢，夸夸夸，这老快了，谢谢冷哥霸屏啊，本身手机就看不清，完了你们还在这霸屏啊。我就能看出一个不字，谢谢东区哥。我得现捋东区哥，我的妈，这半天受热了些了吗？谢谢谢谢谢谢，我是一个新主播，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是一个手机直播的一个主播，我叫菲儿，但是我唱歌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啊。今天呢是2017年最后一天，由我陪大家过完2017年的最后的一个20分钟，我们就进入2018年了。哎呦，我忘了件事。谢谢宝宝们啊！看一下微信，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兄弟们，又过了一年了。哦，一会儿啊，跨完年就得睡觉啊！欢迎大宝哥哥啊，谢谢一只烟哥哥，谢谢东区哥哥，哇，一只烟哥，你又要起飞机了吗？今天可是跨年哟，谢谢、啊。其实你们可以先等一等，别刷那么多礼物，等跨年的时候那个一号时候再刷呗。你这一直要刷到跨年吗？这是啊。厉害了，控制不住了吗？现在就谢谢东区哥还有一支烟哥哥。这是亚瑟哥吗？又是，谢
谢亚瑟哥投票了，兄弟们，就手机用户宝宝们没有投票的这个地方，今天是最后一天，还有十几分钟就到点了，就没有投票的点一下投票，谢谢谢谢。谢谢飘落飘哥，帮我打扣扣名什么的啊，这有的刷礼物都挤得懵逼了。来来来来来，刷礼物的往我微信上发，要不然我都感谢不过来了。胖，你做临时做个保姆，谢谢墨霞哥哥。谢墨霞哥哥，是我们墨霞哥2018年身体倍儿棒。不行啊，你这微信我还那个啥呢。谢谢不说话哥。你可以发给胖胖，完了发给我，他就发过来了。小乐，嗓子好一点了，不用太担心了。谢谢飘哥，谢谢战斗号，还有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咱们家所有的宝宝们，就是开了好多好多个战斗号给菲儿去投这个票，还有 YY 原创金曲榜去打榜，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也就最后马上就到点了。兄弟们真的很辛苦。谢谢谢谢。哎呀，今天为什么怎么这么多从小视频进直播的呢？谢谢亲爱的，谢谢亲爱的哥。我先不收了，一会儿再收啊。谢谢八哥，要不然胡飞加油。谢谢追猛哥。我就不敢说太多，说太多害怕嗓子哑。谢谢冷哥，么么哒。谢谢风过无痕哥，谢谢剑锋哥哥，谢谢谢谢。2018，我们一定要都好好的，不离不弃。还有14分钟，我们就到了。2018年了，哎呀，想想2017年好多好多事情。新的一年开始了，你们都有啥愿望啊？你们都有什么愿望呀？哇，这多少组了？谢谢剑锋哥。谢谢飘渺哥从头再来，还有大姑的小山，谢谢亲爱的啊，对，就这么干就行。愿老大越来越好。你们新年的就是说2018年的愿望是什么？其实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我们不离不弃，我们少点生气，多一点开心。其实这个是我最希望的。谢谢兔哥，哎呀，你们又商量好了是不是？谢谢大家红包，我没法切出去，等我下了直播再切这个手机。
谢缥缈哥哥，一直在投票呢。嗯，现在的红毯呀，现在的红毯含金量太高了，它不像以前呢。咋说呢，这以前含金量也挺高的，就钱铺的。投票啦，投票啦。2018年我不想有多辉煌，我只想我们不离不弃，多一点开心的，少一点烦恼的，这就是我2018年的心愿。谢谢兔哥、成都哥哥、还有新手哥哥、重点哥哥以及五哥，谢谢五哥，感谢我们家宝宝们。什么情况？谁开麦了？我看一下谁开麦了。谢谢非常开心哥哥。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还有时间就2018年了。2018月六九多几个国王，那都是附加的，以后的，这都是以后的事儿了。先说咱们吧，就祝大家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是最主要的，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再一个就是希望我们都不离不弃，像我说的，这才是最主要的。完了，再往下排呢，就是国王啊，那都是很梦幻的事儿了。谢谢拉格拉格，谢谢二傻哥，你在这刷屏。小乐会截屏吗？我平时送的啥的，会截的话，完了到时候，你在那截屏，我连你，那到时候我要送几个礼物给大家。欢迎16哥。会呀，就是说拒绝所有人。谢谢哦，谢谢亲爱的哥，谢谢谢谢，厉害了。咱前十已经稳进了，兄弟们，可以了，应该先失稳了。谢黑土哥哥，可以很强势。元旦快乐啊，谢谢追月卓越哥哥，谢谢开心哥、拉哥、雾区哥，谢谢梦中人哥哥，谢谢雨辰哥，还有种田人哥、亲爱的哥，还有心如止水哥，以及阿萨哥哥，谢谢追梦哥哥，谢谢谢谢谢谢。换个，应该换一个歌了。渣渣，
谢谢追梦哥哥，谢谢追梦哥哥，祝追梦哥哥2018年买卖生意兴隆，身体健健康康，家人和和睦睦。谢谢小新，元旦快乐啊！元旦快乐！我们马上就要跨年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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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所有的宝宝们。马上就跨年了，谢谢追梦，谢谢小新，谢谢风哥，谢谢夏天哥哥，祝老大元旦快乐，祝宝宝们元旦快乐，谢谢夏。昨天我感觉我卡住了，是不是刷礼物刷太多给我刷卡了？老大，那个我开麦是现在呀，感谢呀，还是怎么的？我卡呀，是我开麦老大你卡吗还是咋回事？是我那连你吧，完到时候你帮我接一下屏，等会儿吧，等会儿过那什么的吧，等会儿过了过了那啥我再送吧。谢谢夏天哥，谢谢灵儿。哎，灵儿这两天好像也很辛苦的，那天我拿小孩我也去看了，我们家宝贝就说，哎呀灵儿这两天天天被人拉这个神锤儿。谢谢灵儿，谢谢，谢谢咱们七彩的小宝宝，谢谢大家，谢谢，都辛苦了，都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你就给我发份人民就行了，记着点儿，要怕落下了我心里边不舒服了。谢谢十六哥。谢谢谢谢我圣哥，谢谢十六哥，谢谢圣哥，谢谢西门哥哥，谢谢十九寨，哎呀你们现在不要发红包，我会卡住的。欢迎大哥，哇、哦、大哥开国王号来的，这大哥还没睡吗？我陪他们跨年，我也熬夜，今天睡的是最晚的，但是很开心陪大家能一起，也很荣幸能陪大家一起过2017跨到2018，迎接我们新的2018，新的一年的开始。嘘嘘，你小胖怎么不给我发了？我有的都看不见。谢谢子画，说话真温柔是吗？祝我们家的哥哥2018啊，做生意的都大赚、特赚、赚赚赚。生意都红红火火的发大财，谢谢谢。虽然说比较土这个话，但是照得好，意得好，我们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可别像我是今儿感冒明儿感冒的，多实惠呀！谢谢谢谢，我不希望你多红，希望你们健，希望我健健康康。谢谢谢谢，你们其实希望，愿望其实特别简单，就希望我每天能开个直播，唱唱歌，陪陪你们，是不是？谢谢谢谢，我都懂。起码我现在还有人想嘛，多幸福啊！欢迎雪狼哥，谢谢宝平哥哥，谢谢子画，还有一哥，还有梦中人哥，小龙，还
还有追梦哥哥，谢谢宝平哥哥，谢谢天涯哥哥，楼厉害了，谢谢哥哥们的红包，我先不理，一会儿我再理，切出去我又卡了，感谢哥哥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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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么哒，哇，谢谢宝平哥哥，咱能不能来个大的让我瞧瞧，我就没分明白大的和那个一直没有仔细瞅，谢谢梦中人哥，没仔细瞅，就是大的和那个，就是说戴皇冠的和那个，一定要给我截个图，我一定这始终没分明白。感谢墨霞哥哥，我还抢着了，我都抢着了，你们有抢着不？被400人抢光了，厉害呀！这抢第一的是谁呀？可能我也要发个红包，但是这红包我一看我这小金库里边没有多少了，这是最少的红包。哎哎，我怎么卡住了？等会儿啊，这个是1000份，一定要记着使劲猛抢啊，咱们赢个好彩头。感谢建鹏哥，感谢我大哥，谢谢我大哥，感谢大哥，感谢六军团的每一位哥哥姐姐，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事业顺顺利利，蒸蒸日上，感谢神人哥，感谢兔爷，感谢我兔爷，感谢青阳哥，感谢青阳哥，感谢兔爷，691飞，兄弟姐妹们建鹏哥，大家新年快乐，感谢小飞侠，感谢不知，感谢雪狼哥，感谢老顽童，感谢童心，感谢雨，谢谢雨哥，好，给大海哥，我给他添加到麦序顶上哈，恭喜大海哥得到老大的抱枕一个，这是第三个，好，第四个来。好，给。这个真爱团算不算满级的？得必须得是满级的，还是怎么的，老大？要不是咱家马甲哥是，就得真爱团就得满级的。要是咱家真爱团完了，还是咱家马甲哥是，就直接报上去。好，恭喜冰凌雪儿啊！恭喜冰凌雪儿荣获得咱家那个老大的抱枕一个啊！下一个兄弟，最后一个，这已经四个了，第五个。恭喜金桃 ，OK， 恭喜金桃啊、哦！这五个已经 OK 了。下一轮老大是什么？下一轮是想要这个台历的宝宝们啊，台历的扣六就行了啊。现在发五个台历在，谢谢宝宝们，谢谢。完了把那个地址给小胖就行了，私聊。给小胖的时候就是，电话啊、姓名啊、地址一定要给全了啊。私聊一下三号麦啊、哦，私聊一下三号麦，中奖的请把地址、私聊、电话和那个私聊给三号麦啊、哦。现在老大这台历发几个？
台历也是五个。五个，来，兄弟们准备继续扣六啊！恭喜小蜜蜂啊，报上麦去，获得台历一本啊！第二轮继续开始。恭喜西边的太阳哥啊，获得啊，西边的太阳姐获得台历一本，继续第三个。恭喜天地之赐哥获得台历一本，好，恭喜一下，第四个，继续开始。恭喜黑色那个慢那阵念啥念驼呀，恭喜大哥那阵是不是念驼呀，大哥你那名起的太复杂了，你是第五个来。恭喜阿牛哥获得台历一本，好，五个已经圆满。下一步，老大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了？五个 U 盘，五个 U 盘啊，五个 U 盘。在这期间啊，兄弟姐妹们想获得老大的 U 盘的啊，然后那个扣几，老大？扣六六六啊，兄弟们啊，来，想获得老大 U 盘的啊，老大来倒数五个数，继续开始来。好，恭喜那个开着大发链漂移，老大这个算吗？这个是咱家的黄马，有真爱团满级，但不是马甲格式，算吗？对。好啊，恭喜开着大发链漂移，就是大奔吗？大哥，现在在我直播间的都是杠杠铁的粉，没毛病没毛病啊，来继续第二个啊，恭喜你大哥获得 U 盘一个。恭喜辉儿哥获得 U 盘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有请下一位中奖者。恭喜那个明辨是啊。哎呀，这名起太复杂了，你私聊一下那谁吧，你这名起太复杂了，大哥啊，太复杂了啊，继续来下一位。恭喜洪七公大哥获得啊 U 盘一个，是不是已经五个了还是四个了？发几个了？五个四个了？兄弟们发几个了？发五个，发四个了，扣六啥意思？发六个了吗？啊，发四个了啊，四个了，老大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没意思啊，来来来，我整懵了，最后一个啊，兄弟姐妹们啊，一二三，扣六。哎呦，老大，你差点给我晃晕了，真的！哎呦，我感谢恭喜过眼云烟啊，获得第六个啊，第五个咱家的那个 U 盘啊，第五个 U 盘，说懵了。老大，你刚才给我有点给我晃悠懵了，晃悠懵了。以上的兄弟姐妹们获得了的奖品分别是啊，分别是那个抱枕、台历还有 U 盘啊。兄弟们，就是获得这些奖品的哥哥姐姐们啊，请联系一下麦序的三号麦
啊、哦，请联系一下麦序的三号麦，是小胖，然后把地址和那个电话私聊给小胖就可以了啊、哦。没抢到的兄弟姐妹们也不要灰心，老大刚才已经说了，过年的时候还有啊、哦，兄弟姐妹们。这咱们就图个好兆头、好彩头，这不过年了嘛，元旦了嘛，发点小福利给大家。我希望动不动催人有福利的，放心啊、嗯。我希望当我出人那一刻，兄弟姐妹们，你别骂我，别骂我。没有的话，过年咱继续得，过年继续得啥的。老大，那我下去了，老大。小时那天拉票，不是那天这个聊天拉票，说是。就是发礼物啊，不拉票啊，不怎么的，就是没抢着，这就只私聊骂小乐，我也是醉了，我也是服了，说刮风也能刮着你，没事儿，心中有多少不满呢？没事儿，有太酷了，有事儿，有的也挺，有事儿的时候你让我来，没有事儿的时候让他们干干我，要不然他们不开心。完了，咱把麦序上的主播关注，宝贝们记得点一点啊。那我下去了，老大。那谁呢？不用，你不用下去，别着急，还没完事呢。啊，五个黄码还没发呢。感谢追梦人哥啊、哦，谢谢追梦人哥。完，咱家1789的主播，完了往上抱一抱啊。咱长空老师还在吗？小乐陪我抱枕，看不看着？这不怨我，你就快了，又快了，都是你的事儿。又快了，太难了。发礼物都是你的事儿，太难了。恭喜几位哥哥们啊！恭喜恭喜恭喜啊！完了，再发五个黄码，咱们家是不是有黄码的呢？咱们就不扣字了，咱们就把这个黄码发一发，就是没有黄色马甲的，就是但是一直做着坚持做着真爱咱们家的铁粉发一发马甲，大家同意不？完了，咱们家黄码就暂时不扣字，也是截屏的方式，好不好 ？OK， 完了。黄马也是啊、哦，黄马也是一样的规矩呗，老大，就是咱家的马甲格式和咱家六九军团的兄弟姐妹们，有咱家真爱的啊、哦，然后一样，老大说发五个黄马，还是啊、哦，54321，然后有黄马的，咱们家的黄马发给咱们家的马甲格式和咱们家的真爱，对对对，发给咱家人，啊，必须是咱家人，然后那个有黄马的哥哥姐姐就先别打字了，好不？有黄马的哥哥姐姐就先别打字了啊、哦，然后感谢追梦人，感谢那个花梦哥刷的礼物啊。然后老大，你还是53321呗，嗯，继续扣六呗，他们是吗？嗯，好好，来来来，有黄码的，咱家人就先别打字了啊，来。恭喜小猪获得48231黄马一枚，小猪你应该罚一组66。刚才我如果没猜错的话，刚才有一波你抢红包，你抢的最多呀！啊、哦，你罚一组66来，啊、哦，你刷66，你今儿是又获得黄马，你又抢红包抢的多呀！来来来，第二个54321，准备好。感谢恭喜勇敢的新哥啊、哦，然后获得咱家的黄马一枚啊、哦！恭喜勇敢的新哥，欢迎牛兰山，欢迎牛哥啊、哦！第三个啊、哦，第三个准备一下，兄弟姐妹们啊、哦，第三个准备一下，老大你等会儿的，等会儿的，我这边等会儿的，等会儿老大啊、哦，完了第三个准备一下来。好，等会儿的啊、哦。我看我截哪儿去了，这儿了啊！恭喜重来哥获得48231黄马一枚。好，第四个准备321，继续口字儿啊！准备继续口字儿。等一下，老大，等一下，你重来一下，重来一下，老大，重来一下，重来一下，没截上，来来来，你重来一下。恭喜东哥啊，荣升获得48231黄马一枚。好，下一个啊，下一个继续，最后一个啊，黄马的名额，兄弟姐妹们来，五。
大哥给你这马甲扒了重新洗一下重上一下吧大哥给这小军哥马甲给他扒了啥的给他重洗一下来来来开个玩笑啊感谢这个青那个字儿我不认识啊感谢这个青哥啊恭喜这个青哥获得咱家的一个黄马一枚啊没毛病五个已经发完啊五个已经发完谢谢小妹儿辛苦了啊不辛苦哎除了聊会儿天除了聊会儿天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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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抢着的别急眼行吗别骂我啊别骂我还有下一轮呢还有下一回呢嗯我说没抢着的不要安慰安慰他们别让他急眼啥的我说还有下一回呢这个还有吗感谢追梦人哥感谢小虎哥感谢军哥啊感谢军哥还有啊还有还有啊还会有的还会有的嗯今天太晚了要是早的话给大家连连麦让这些主播我们家主播给大家唱唱歌了啥的了谢谢小乐都辛苦了完大家关注看看啊他们在几麦的关注大家还点一点哈灵儿关注雪儿的关注什么的那小新哪儿去了小新回去了吗不骂你他想揍你小乐你是招黑体谢谢无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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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给小乐确实小乐的头型啊最近变帅了真的真的假的的你刚才你不这么说真的你刚才说的好像我都容易下播的时候我都容易给你发微信真的我寻思我整三个小时的发型换来了你一句太难看了真的太扎心了我啥说太难看了你说了你说不好看一点也不好看那时候刚才你跟我说的我特意问了你句我说老大我的发型好看吗你说不好看一点也不好看我都、那个姑娘哪有心看你的发型我不行我逗你开心一下嘛开玩笑开玩笑哪有时间瞅你主要是欢迎后进来的宝宝们啊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家所有的宝宝们大家新年快乐欢迎小乐休息一下好好好大家伙儿新年快乐啊小乐大哥说什么玩意儿小乐这是小乐这是飞机头吗大哥不是这个头型就是在东北让那个小牛犊子刚给我舔完就这样事儿的了把牛那个嘴一张开我伸进去直接就变成这样事儿了大家新年快乐啊我下去了老大啊老大我下去了啊嗯把小乐关注大家来点一点辛苦了辛苦了啊哇谢飘渺哥哥谢谢谢谢你还有明天呢你们等一等你们别着急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我说啥呢太激动了吃着吃喝完今天辛苦小胖了啊辛苦小胖了小胖不用点关注到时候给小胖发红包辛苦了辛苦了啊让小胖今天受累了本来今天应该可以早点休息啥的完了把这地址收集收集完了麦序上的这个哥哥们给一下小胖啊给一下小胖嗯要收完了就可以了啊谢谢谢谢也谢谢哥哥们给我发的红包谢谢大家谢谢哇这多大的红包都有太像样了谢谢十六哥谢谢亚瑟哥亚瑟哥说什么丫头看微信好我知道了我看乒乒乒一门响谢谢哥哥们谢谢就是礼物也给那什么呀这红包也给我都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还得收啊好了不开玩笑了嗯你中抱枕了吗咱们就这个中奖就是一个彩头啊恭喜宝宝们没中着的咱们慢慢活动隔三差五就有活动的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新年快乐完了大家早点休息太晚了我这眼睛都有点磨挺了谢谢也祝所有的哥哥们啊所有的哥哥们元旦快乐谢谢谢谢还有这还有麦序上的哥哥们还没有我还没有亲自的一一感谢谢谢大家谢谢新年快乐元旦快乐啊祝我们所有的人2018年事事都顺心都如意身体都健健康康生活都快快乐乐的没有烦恼没有忧愁谢谢谢谢感谢我们所有的哥哥们我这是我嘴太笨了主要我就想到啥我就说啥但虽然很普通很简单但是很真诚元旦快乐元旦快乐谢谢完了胖胖一会儿就帮我把号先顶了吧说话说话说多又累着了一家人不客气
是的，么么哒。那我就先下了，我去把脸还得洗了，我睡觉我得老长时间了，我还得收，要不我明天再收，我先睡觉。谢谢。拜拜。拜拜。